火龙果，性味属于甘、酸、凉，功效主治补血，预防糖尿病、高血压。食用禁忌，消化不良的人呢就少食了。火龙果又称为红龙果、吉祥果，经常见的种类呢是红皮白肉或者红皮红肉。中医认为它是属于有清热润肺、润肠滑肠、延年益寿的功效。不过体质虚冷的人呢就不适宜吃太多了。在现代药理来讲，火龙果是含有植物性的蛋白、花青素、水溶性的膳食纤维，对于改善便秘、降血压、降胆固醇有不错的作用的。